的话你听得懂吗？要不要派个翻译来啊？再不说话，朕就不客气了。朕有多少嫔妃，哪一个像你这么傲慢呢？不用找翻译，你的话我都 understand。我爹早就训练我讲汉语，好把我献给你。这些天来，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 understand， 包括你的承诺，我也 understand。那你还别扭什么呢？皇上，我坦白的 tell you， 来到北京并不是我的本意。虽然我能来到这里，可我的心却没有来，它远在天山南边，那个叫库车的地方。哦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你虽然顺从了你父亲的意思来到了北京，却没有准备把自己献给朕？哼，既然我来了，我就打算听从我父亲的，把自己献给你。可是我没有办法管住我的心，你也没办法管住我的心。如果你要再有我，我无力反对。可是你想要听好听的话，那么我告诉你，几股都没。我早已把生死看透，还在乎我的 body 吗？皇上，随便你要把我怎么样，反正我无力反抗，你可以为所欲为。